本所接获报案，称于南山路236巷口有民众情绪激动攻击消防队员。经到场了解，为林贤驾驶普通机车自摔，搭乘救护车前往医院就医时，突挥拳攻击救护之消防员额头及眼睛，造成其眼镜断裂及脸部挫伤。另发现林南口鼻处有白色疑似毒品粉末。询问林贤亦对使用毒品情事坦诚不讳，本所将林贤依妨碍公务、伤害医疗法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。